你好，方叔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哦，五十九就红的啦。今天出了这道菜哦，哦，我安怎看嘛无像五十九块。但是确实就是干那五十九块。奇怪啊，今天要做什么嘞？杏仁片炸虾球。杏仁片炸虾听起来很高级。很高级。你今晚有没有很苦恼？不会啊，他说哦，你那个高级料理都五十九块的存。不是哦，我真正的苦恼就是讲安怎你知道？啊，咱的观众朋友多多支持咱的节目，较常看嘞。大家我的苦恼会变成你们的开心，我觉得是有意义。哦，真的真的，赶快来看看怎么做啦。对，今天先洗鸡拜拜啊，对不？无菜吃肉，吃虾啦。对了，卖吃菜吃虾啊，顶多更加少啦。我跟你讲，你个花这多买，你看买三十外块呢。就是啊，这炒虾敢是？是啊。哦，炒虾仁啊。对啊，啊，咱就用一般炒虾仁就好啊。哦，啊，恁即摆我这个虾才三十块啦，啊，才肥滴有偌济，你去菜市啊，较常甲买肉，肉当会塞一块啊，互你拢免钱。但是这不是照算啦，一块啦。哦，照算。嘿啦，但是会注意哦。哎呀，多啊。啊，这个比例吼，这个诶三比一。哦，三比一。好，啊，买当五比一拢会塞。哦。你若用愈好，当然会较贵，咱的虾吧，猪油较少一点嘛。啊，先生一定要加猪油。一定要加猪油，煎起来以后伊会口感嘛，这很 juicy 安尼。打开才会来对我眼睛。对，那个猪油出来。对，嘿，对猪油出来啊，一定会记的哦。爱用青的油、毒油加落去，唔是讲卡一挂迄个猪油落来，啊，无同款。嘿，因为迄个是注意啊，啊，无迄个泡。啊，其实这个泡掉伫虾仔的时阵煎起来，打开来对油慢慢啊，伊会流出。而且还佫酥酥的。对，啊，有迄个。迄个猪油泡拢嘛酥酥。对。啊，咱即摆用调理机甲泡，泡做清就好啊。哦，泡做清对。啊，干嘛泡精油？咱应该安尼解释吼。应该看有虾啊嘛。应该看有虾啊，哦，应该看有虾啊。来，啊，我即摆咧，来，互观众朋友看卖，安尼就好势啊。啊，我吼，另外一个空档吼，来切一挂长头。哦，长头嘛好啊，长头咱买蛋对不？对。其实呐，做风菜也是菜钱当咧贵的时阵吼，咱买迄个放伫土下底啊，迄种最俗。根茎类啦，菜头啦，红菜头啦，对，买籽啊，对。好来，啊，咱即马即荸荠，哦，荸荠、豆荠、挂荠拢会使吼。在地底下呀，土卡内底啦。吼，啊，即个分量差不多是伊的六分之一啦。六分之一。好，啊，洋葱嘛，赶快咯，啊，咱个掺落来。完成这个病就对啊，吼啊！这个肠啊煮一点点啊羹就好啊。其实有洋葱，下当唔免炒肠啊煮啦。来蛋白，蛋白吼，咱即马咱头拄仔你讲有算过，差不多二十只对无？对啊。二十只迄个分量较无甲三两啦。哦，无甲三两。所以咱一粒两千下当用咧甲一斤啦，无甲三两就是五分之一啦，吼。五分之一。好，好来，甲搅搅咧，搅落去吼，搅落去。不要紧，不是袂，你因为你手忙啊，你手忙啊，先煞互你做一下，不要紧。啊，小酒一点点嘛，底炒炒。好，来，啊，即马才有太白粉哦，太白粉的量哦，差不多十分之二左右就好。好，十分之二左右就好。来，啊，即马放盐吼。好，盐。这我会晓哦，妈妈你哪弄会晓啊？对啊。啊，我就是搅拌器嘛。对啊。好，咱一点点嘛，鱼露。鱼露吼，爱加鱼露哦。足甜足甜哦，哎呦，无啥事哦，迄正经。好，这阿基赛口头禅，无啥事哦。啊，你就要弟弟啦，机械式的动作你不要停哦。啊，我现在的杏仁片呢，观众朋友吼，咱即马加杏仁片啊，你若要两三粒真好买吼，啊，咱去迄落人个胖店、鸡卵糕店吼，甲买一点嘛，安尼五块银。哦，安尼。嘿，这是个方法。对，五块银哦，啊，因为咱即马要煎这个虾球，因为杏仁片真大片，对不？啊，咱稍微的安尼个。硬一个就好，硬一个，咱的五块就变十块啊。哦，安尼吼。一片做两片用啊，所以讲五块会剩两块半。未歹。安尼就对啊。安尼。嗯，哦，放得好安尼，好，来安尼吃啊。哦，然后呢？安尼，我轻轻安尼塞起，你看看。好来，阿哥过来，好，很棒。哇，我叔现在不错嘞，你看。来，啊，咱这咱都给放落来吼。啊，妈妈嘞，啊，咱这观众朋友吼，你来像我呢，从锅边来滑下来，有无？安尼油油的，油油的，安尼给滑下来。啊，不要浪费。嘿，对，有无？对顶边安尼给勾落来就好啊。啊，其实真的是不一样啊，我个蛋类水一片拿过来。无啦，唔是啦，啊，你爱像我安尼啦，手搁高高嘞，唔好安尼切。
啊，你饲的话吼，杏仁片两面内底较值钱。哦，较值钱。啊，你若安尼吼，哎，高高的，啊伊较等钱起，伊会安尼饲起起较省。安尼。嘿啦。所以哦，我咧值钱，我咧钱嘞，安尼。有的有的有啊！你甲看有一个有一个，出来有，哎，先做蛋落，无唔对，看我这蛋，不要紧，蛋，同齐蛋拢不要紧，阿老公蛋，同齐蛋不要紧的，你做。在顶管，伊袂黏在顶管，但是咱利用伊进行杏仁片，我那切啊，这个盘开，咱咪固定留落去，搁个三杯面顶，哎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即马煎的时阵，咱咪大大的去片到啥物？杏仁香味啊，杏仁的香味，猪油新出，嘿，猪油的新出。哦，今晚都品的都滴油味啊，是，香诶，对，哦，好香哦，嘿，这边一般钱也无讲，因为滴油，滴油现在就香诶呢，对啦，哦，所以讲吼，这个观念一定要弄对，咱做做观众啊，滴油，哦，我来红诶，来夹一汤匙啊，你白。啊，其实平常时啊，咱咧肉若是伤油，干咪咱家己留一寡起，零。会使。会使，会使，透啊嘛，无唔对，无唔对。你若感觉讲我三餐肉买倒来有一点油吼，真高，我甲留掉就好。留掉啊，甲冷冻起。对，甲冷冻起，冷冻起。哦，这嘛是一个吼，伊逐天吼，你买菜啊，还是买肉，总是有当时啊，把边啊一块油，莫单调啊，怕酸啊，正经的，甜的哦，正经的，正经的，来。他都要落落去一点的油底嘛，对啊，即马拢浮起来，对不？对啊，啊边啊只拢咧上色啊，有无？对啊，这个上色物件对倒来，你知无？唔知滴油哦。他都爱洋葱。啊，这是洋葱哦。对，洋葱的甜劲有无？伊已经分解伫个一路虾酱内底。哦。本来这个菜吼，啊，毛人唔是掺滴油，啊掺啥？掺虾酱。哦，鱼。啊，鱼酱吧。唔是，口感无同，无同，变作较定，较定啊，较定。鱼酱较酒水啊，是啊，这较酒水较嫩。啊，你若讲要掺鱼酱的话吼，啊，这个碗啊，起鸡足水定。好，啊，即马烧啊吼，火开较大咧，来，啊，开较大，即马重点伫倒呢，来轻轻那个拉，因为有叶杏仁片，较掉色，较掉纹，较掉纹，对，较脆脆。啊，不过这水浸起来袂当水加嘛，对不？爱放一个啊，或者杏仁片再收嘛，对。哎，对，但是吼，你若浸好，大概才二十秒左右，很快。啊，无你就踮咧边啊，脆脆就好啊，嘿嘿嘿，有无？就香诶，香哦。哎呦，这个菜大人小孩都爱吃诶。来，啊，咱即马甲放咧吼，好啊，只有一寡吼，咱这个洋葱切好诶。啊，我浸水。无浸冰水，哦，浸冰水，较袂啊遐咸对无？较袂啊咸嘛是一个，啊，另外吼，它可以解油腻。哦，解油腻哦。嗯，温一点点嘛，鱼露点咩来滴？我不啊，就好啊，似有若无啦，吼，似有若无。这样子。嘿，这是一点个小小的诀窍。技巧啊，技巧。有无？啊，你水分回滴才吸收，啊，唔通甲讲我要放偌济清咸也不要，然后一点点简单的柠檬。淡薄柠檬较好啦，提味啦，嘿。来，啊，即马完了以后吼，咱就来放在中外的位吼。来，我们就绕个圈圈。那有十粒，可以绕。对，刚刚好绕圈圈，绕个一圈。好不好两圈？是，没错。哎，我想到，无想到吼，五十九块要出这样才五十六块安尼啊啦。一盘正经五十九块，才五十六。啊，正经五十六。你看没有？哎，洋葱拢有剩哦。哦，就香哎，香吼，嗯，哦，好香哦，而且虾子的料色料就 Q 的，真 Q， 很 Q， 真 Q， 真 Q， 啊 Q 的，睫毛长啊，对，啊，所以讲咱太多长啊买入来，可以来得这个心有无？哦，感觉色最真水，很漂亮，啊，真丰富，最主要真丰富。哦，对，好像 OK， 而且老囡仔吼，伊安尼打开画夹子，滴哩哩哩哩哩哩哩，都哩无起。对啊，太棒了。这个很简单，杏仁加球叠出来，对，赶紧试看麦啊！咱走没有多久嘛，你讲对啊，对对对，对，还个好食，上对啊，先来十二八八，咱卖只青的，食肥啊，好，对，谢谢，谢谢。